神明手环山。这个可以拿起来吗？这个可以，可以拿起来。好，我看一下。按下去，就可以。你可以帮我设，让它显示一下各种功能吗？嗯，可以。好。你录视频吗？对，我在录视频。哦，这个时间、度数、心率、天气。还有这个更多功能的话，因为要在 APP 上设置一下，所以现在还没有显示。它可以左右翻动，嗯、然后这个按键的话是 Home 键，一键回到那个第一页时间显示那里。嗯嗯嗯。那你把它打开来，我看一下它手环里面的背面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它这次有标榜它不好拆嘛。因为它是一个凹槽的设计，所以更牢固一些。哦，更不好拆了。我看一下它里面。拆是好拆的，但是更牢固一点。它这个是凹槽的。哦，就比较不会掉。对。OK， 好。那它腕带有几种在这边？腕带是三个颜色，但是现在只有一个颜色。哦、OK OK， 好，比较漂亮。嗯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